哎，怎么不见了？Hello，你躲去哪里？玩捉迷藏吗？Hello，Hello，多一样东西，看一下。哦，一样哎。在看电视。对啊，可是不见了哎。跑去哪里？哎，我下来了。陶瓷娃娃。能知道什么叫装作镇定吗？就是这样子，我已经很害怕了，我要让自己感受到自己不害怕。哎，在是哪边？看一下哦，这边应该是主线吧。好，我们去这一边。还有钥匙吗？大家要去哪里？左边，Japan no 台湾，台湾，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看一下 YT 聊天室？需要翻译？您的生生世世至今已。被六位导演婉拒，容我谏言，是该收下你的执念，认真考虑是否新的剧本。如果麻烦，啊，这就是将来的我了。你看，如果我的图再也没有人喜欢的话，我是会考虑开始做便利商店了。有没有？麻雀饼干呢？不是麻雀啊，什么孔雀饼干啊，白痴哦！名叫孔雀香酥脆，那这哇，它好厉害哦！那孔雀香酥脆饼干，它还用那孔雀饼干，好猛，好猛，好猛！盆栽，我们现在凑到了。有衣服、皇冠、鞋子，那这个不知道放哪里。边写边看，用听的啦，不用看的啦，看的不会专心。那还有东西吗？打开。这是我的秘密基地，密码是我最喜欢的照片。What？这是我的秘密基地，密码是我最喜欢的照片。零，九。一有，哎、欸，不是哦，好吧，他不喜欢我。好，左边他的照片，妈妈的照片不是吗？哎、欸，怎么黑啊，白痴哦、喔！没有在撞墙壁哦、喔。声音，哎咻！照相机，我来了。使用道具，哎，要拍什么？哟，我觉得好恐怖哦，会不会看到人脸啊？不要啊，看到我自己呀、啊？这自拍模式哦，这么厉害？美心，看前面喽。哦，不是，误会了。你们需要我送一首的歌给我吗？家庭真可爱。哎、欸，灯。吓死我！反而是被咔嚓声吓到，哈哈。这种大家都玩还原啊，刚出啊，新鲜。会怀念哦，所以去找刚刚那个照片在哪就好了。
你们有印象刚刚那个照片在哪里吗？刚刚说拍很模糊。这里，你放学的钟声是这个，家庭真美满，哇！行啊，好了，现在有点小卡关，哎，又变黑了诶。哦，本身是一种成长与学习的过程，夫妻之间难免有争执难免。我与你父亲也是，生活吵吵闹闹，关系修修，老来也是互相接受。按回应压个压个样了。床头吵，床尾和，小事低调处理即可。哎、欸，没看到。等一下啦，我只看到绿绿的东西啊！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没看到，是逼我二刷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，左边是有钥匙柜的，那走中间呗。没有看到啦。难过，找照片。他最喜欢的照片，哪里有照片啊？哎，我已经忘记，左边有那个，啊，好乱哦。照片在哪里，妹妹？照片在哪里？啊，关了。我卡关了，卡关了。帮你开门啊，谁啊？谁想进来啊？帮你开嘛！上面那个不是哪个上面？没有啊，这边是要他说他喜欢的照片啊，可是有号码吗？哪一个啊？人本多情。伴你行，现在中间也走完了，找不到地方了、欸。公告怎么不会是这个的吧？用道具是这样用的，好吧。
你是说这个吗？一九八零吗？感觉不像是啊。一九八五、一九八零跟还有多少？没了。九八五、八零、八八，这都是照片呢、欸，没、欸、白痴哦、喔，没看到。九八，不是，这是我的秘密基地，密码是我最喜欢的照片，是妈妈最喜欢的照片吧。哎，嗨，哎，你不是要跟我讲密码的吗？我以为是哎、欸，喂，你要跟我讲密码哎、欸，喜欢的照片，喜欢的照片在哪里？哪一个？干嘛？那么多哎、欸？这边原本有个不见了哎、欸，嗯，没有数字啊，有吗？对吧、啊？这次看清楚了，还有照片啦，其实要再用一次吗？将来会看到这张，嗯，卡关了。你怎么没有被吓到？我其实有吓到啊，只是我早有防备，我刚刚就听到后面有声音了齁，想吓我，哪里不合？二代，好运在，文件夹里，虾米文件夹，快买哦。使用道具没有，用文件夹、啊。哦，你是说这个文件夹是不是？哎呀，我知道你讲的了。对呢，我记得文件夹是按 R 吧。哦，感谢你。没有哎、欸，干嘛？该不会？我好想知道喽，不然再看一下吧。啊，给你们看啊。没有了。应该这一个吧。哎、啊，你刚刚不是说去写作业？你怎么还在这边打字？刚刚那连连看的舞台，那个我觉得不是吧？等我一下、啊。
光大概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玩。哎呦，要扔进去吗？哎，真的哎。然后嘞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分期待打开的那天，等下，所以这间房子是几年？看一下哦，这个房子1985的话，看一下哦。再打开那一天，那一天是哪天啊？1985，照片有没有照片？哦、没有，没有。派题哦，该不会也是这样子吧？啊，我好猛哦！编故事喽。半夜，半夜。花与爱，花与爱，欢乐儿童出版社，杜美心。哎呦，咻咻咻，爸爸来打猎了。哦、太好了，那可以吃饭了。今天森林里出现了一只好大好大的山猪，爸爸的弓箭准准命中山猪的脚，山猪好生气，他冲了过来，用力把爸爸撞倒了。哦，半夜。回家后，小女儿莎莎不眠不休地照顾爸爸，但是爸爸的身体总是好痛好痛，帮爸爸擦药、喝汤都没有用。躺在床上好多天好多夜，爸爸的病都好不起来，莎莎难过的睡不着了。她决定要出门寻找治好爸爸的方法。莎莎翻山越岭，到了丰饶神的宫殿。丰饶神的宫殿是一座金色的大房子，在森林的正中央，大门就开着，只要是森林的居民，都可以自己进去。哎呦，莎莎说：“求求你，治好我爸爸。”我以为他比中指。丰饶神说：“这是一种神奇的花。”只要它盛开，再严重的病痛都会痊愈哦。丰饶神给了莎莎一颗种子，但是你得用最珍贵的东西灌溉它。丰饶神说：“用什么嘞？大家猜猜看。”啊，想知道是血吗？难道是尿吗？莎莎心想：“爸爸有说过。”全世界最珍贵的神水就在天空树上啊！好吧，我想太歪了，莎莎启程了。他走出丰饶神的宫殿，他来到小森林，一路向前，跳跃，嘿，嘿，好可爱哦！嘿，好，我东西喷出来了。大好香甜的苹果，哎，不是啊，我怎么扔出去了啦？苹果还我，
感觉是有野猪，哎，不是野猪哦。胖胖熊，嗨，你好，胖胖熊。啊，然后嘞？没了啊。胖胖熊，下去帮我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帮我吗？下去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太早丢了。还你吗？哇，这熊好可怜哦！那熊熊呢？对啊，怎么办？对啊，那怎么办？把它推下去。还是要跑酷了呢。莎莎觉得害怕，装成一只母鹿喽。跑酷游戏。不会真的装母鹿吧？我的天啊！